许有人不知道我，没关系，或许你听过我写的几首歌。在前几周的热搜看到我写的长文了，也许有些人已经忘了我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家族遗传性心脏病的原因，我的演艺生涯确实曾经很短暂。2006年，也就是被大家称作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那一年，我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。2007年底，我就昏倒在舞台上，胸腔被放进了一个驱颤器。2008年，我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。那一年一起入围的还有陈奕迅、信、曹格、杨培安、方大同。但是我的心脏已经到了连大声唱歌都有危险的地步。但说这些年，甚至出现了 Tank， 你最终还在吗？Tank 去哪了？这样的热门搜索词条，谢谢大家还记得我。但其实我一直没有离开。我的音乐启蒙来自于许多的 R&B 歌手。高中第一次听到陶喆的专辑，我就想说奇怪，怎么有人这么会唱国语歌的 R&B？ 我就想说自己也试试看。题材都是随手抓来的，那时疯狂打《三国无双》这个游戏，就写了《三国恋》。看电视剧超感动，就花了一整天写了《专属天使》。慢慢的，我写的歌有了用武之地，帮徐绍阳、周渝民和潘玮柏做过幕后。有一次唱 K 被华研的老板看中，于是我真的有机会去给那些能感动到人的电视剧写歌唱歌。不知道大家还有记忆吗？终极一班《天外飞仙》《花落下南山》《动人要不要》的片头、片尾插曲都有我的身影，也写过一些广告歌《飞轮海》《我有我的样》和《夹心饼干》，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笑时回应呢？那一段时间，我是真的很喜欢自己的工作，虽然很累，但搭计程车、去餐厅和去百货公司都会听到我的歌。机场、演出现场、电视台门口、公司楼下。也有很多歌迷在等我，给我塞吃的、信一起拍照的照片。那些信现在还有三大盒在我台北的家里。我印象很深刻，有一个日本女孩写了很多封中文手写信给我，她的文法并不标准，但很真诚。我淡出后在教会唱歌，她有时也会站得远远的静静的听，直到有一天她递给我最后一封信，说她要嫁人了，再见了。拿了一些奖项后，开始有媒体说我是下一个周杰伦。其实那时候压力好大，我心想下一个周杰伦，这得要我重新投胎才行吧。喂，我在开演唱会啊！通告让我马不停蹄。宣传期的时候，我最怕去新加坡，早上5点钟起床，6点就要赶通告，一直忙到晚上12点钟。第二天爬起来拍平面，睡不够5个小时，连周转几天，整行程皮都绷得很紧。但我依然喜欢我的工作，只是我身体里的定时炸弹开始说不了。频繁在舞台上出现状况，让我开始对舞台有恐惧。有次在大学里演出，本来要唱3首歌，结果唱完一首我就倒下了，驱颤器开始放电，做出电击。幸好有后场的飞儿乐团临时帮我救火，场面没有太糟。也幸好学校离医院只要几10分钟的车程，如果在很偏远的地方，我就真的消失了。医生警告，艺人的工作我负荷不了，频繁熬夜、吃东西随便、大声唱歌，甚至坐飞机的高压都会让我随时倒下。公司劝我转幕后，梦想毕竟没有生命重要，我当然是有些不甘心。可是撑了一阵子，住进了重症病房，我开始觉得人生既然这样子，我就顺势而走吧。但出后我的生活变得很简单，起床写歌，我妈会帮我送孩子上下学，我就负责家里煮菜，全家的收入来源只有我的少量版税和写歌的报酬。所以做音乐的器材坏掉就很苦恼，因为买便宜的报废很快，
未来买菜吃饭的钱都成问题，尤其是小孩长身体，还有衣服鞋子要换，我开始做一个平凡的单亲爸爸。女儿想买新的手机和平板，我当然想要把最好的一切给她，但如果没有办法用到最好的，爸爸先努力让你有一个。女儿今年九岁了，很有音乐天赋，我录完音出来上厕所的时候还会听见她哼出我刚刚唱出来的旋律，但我之前的作品她不太感冒。她刷了很多短视频，常常在我开车的时候放给我，问这个好不好听，我其实都没听过，只能问这是什么歌，心里同时期待他什么时候会刷到我的三国恋。这样说大家可别的觉得我是老古董，我也有努力跟上时代的。这次回来我可是签了新公司，还加盟成为了腾讯音乐人，我现在依然在写歌，用十几年前的方式写歌，没有太大的差别，还是记日记。比如我的工作室旁边有一个公园，还有两棵树，一棵树叶都掉光，另一棵就很茂密。有一天公园管理员来砍树，我们以为砍掉的是枯死的那棵，但他说不是，看似茂密的树其实已经生病，枯死的树虽然没有树叶，但再给他一些时间他会活过来。这就是在我倔强的树里记下的故事。有人问我，现在音乐行业变天了，从数位又变成只有15秒的短视频时代了，为什么不去创作一些在15秒内就魔性洗脑的音乐呢？我想说，短视频的音乐有它的好，它很容易传唱、消费、娱乐，但我们这些在行业里快20年的人也想提供一些不同选项。总有人在痛苦和不知道未来目的地在哪里的时候，想要听一首完整的歌让自己走出去，那我愿意去写这样的音乐，会更想让我把生命的体悟分享出来。倔强的树记录了我在生与死之间挣扎的10年，希望听众听完能找到答案。这是付出，其实没有太大的期待，我害怕一样的历史重演，到一个高峰的时候又退出了，而且我的身体其实没有恢复到普通人的状态。三国恋重新走红后，很多卫视的综艺邀约找来，但都婉拒了。我对舞台依然有恐惧，担心会倒在舞台上。另一方面，因为有慢性病，我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，所以很难飞去内地活动。很感谢大家还在支持我、关心我，但是我想，现在这样就已经很满足了，我很珍惜。那天听到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问我说，和我同时代的港台艺人现在又重新被大家看到是什么感受。我想说很好哎，我有帮王心凌写过歌，虽然不是主打，刘畊宏的直播间我也有看，哇好累，如果我去跳可能脚都会断。我们以前差不多同时期出道，现在看到他们当然还是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。大家都说那时竞争很激烈，新人辈出3年换一届，但身处那个时代并不会觉得大家都是对手，都是一起向一个标杆往前跑的一群人。即使不像现在做艺人能赚大钱，但大家都非常努力，结束工作了就吆喝着一起去聚餐，尤其同公司艺人 SHE 飞轮海，但我比较慢热，后来要陪小孩渐渐就淡了。还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，如果可以穿越回2006，我会去吗？2006年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代，但如果可以更早一点会更好。我想回到没有那么多盗版的年代，张惠妹和周杰伦的年代，那个年代做音乐的科技没有今天这么发达，但是能学到的东西更多。而且三国恋要是那时红的话，我可能现在已经有3栋房子了吧。
我不是你能够放手。几个在我的脸感觉偷偷听话过我的求生活，忘掉分手我的对手，不要感到失落。明知我今天和你没有什么却做你还要念的咒，算是我吗？是你是我的王后，你别把伤能够打败我。不要梦要你很高半高，这个年头就快变
能够完成这次的演唱会，全部都是因为你们的功劳。